大力传。台球练了一个多月了啊，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进步啊。薄中带叫六，比杜蕾斯还薄啊，叫上六了啊。要说起努力啊，我比谁都要努力啊。你看我平时不着调啊，我每天都在努力练球啊，因为我答应过大家我要把球打好的。首先我是热爱台球，我也是尊重台球的啊。想带，很多人私信我说怎么练球，让我教他。这个东西不是教的，我只能说好的狙击手都是拿子弹喂出来的啊。想，你看哪个职业选手他不是从七八岁就开始打球啊？咱们接触的比较晚，那咱们就努力一点啊。哎呀，这球没走好，那考验咱们的时刻也是到了啊。哎，另外感谢那些一直支持我的兄弟们啊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成长，黑八想带作为感谢啊。哎，我差点来。